把西瓜买，我打个西瓜来吃。西瓜来吃。先看第九章。先看第九章。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这段经文经常查这个经文。我这个本儿，我这圣经现在这个地方都烂了，查不烂了。啊，咱们从十二节开始啊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，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释放永生的神吗？再看第九章二十五节，九章二十五节，找到没？一二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感谢主，咱们一同来闭目。天父，感谢你。阿门。感谢你继续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。阿门。这一次是你要从天上把丰厚的恩典赐给你自己的教会。阿们。这一次并不是人所召集的。阿们。乃是主你的灵在召集我们。阿们。你如同母鸡聚集小鸡一样聚集我们。阿们。你要把你自己上好的食物给我们。阿们。你要把你上好的祝福给我们。阿们。今天凡临到这里的人都得到主你的祝福。阿们。我相信你施恩的手必继续在这里施恩，阿们。必继续将你自己的道临到我们，阿们。必继续将你自己的话语临到我们，阿们。叫我们不住地在享受主你的恩典，阿们。今天就求你在我们中间继续做你自己的善工，阿们。继续借你自己的仆人不住地把你的道讲说出来，阿们。叫弟兄姊妹听见了就明白，看见了就晓得，阿们。赐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朵，阿们。赐给我们一个能看见的眼睛，阿们。赐给我们能够有领悟的心，阿们。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来运行，阿们。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，阿们。让我们的心窍得以开启，阿们。能以明白福音的奥秘，阿们。就求你亲自借着你的仆人，在你自己众会幕中间来把你的话语传达出来，阿们。就求你不叫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解神的话，阿们。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，阿们。引导他的口不说自己的话，阿们。引导他的心不再想自己的事，阿们。叫他想你自己的事，阿们。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精兵，阿们。叫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放下，阿们。一切困倦的灵从我来的训诲，大大的祝福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。虽然时间有限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却是无限的。虽然你的瓦器是有限的，主，你借着他的口所显明的道却是无限的。我就求你应允我的祷告，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照着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继续做开启的工作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重生有两个人，咱们讲到重生的途径是什么呢？圣灵内住在我们。嗯，接待耶稣做生命的主。哎、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从神生的，现在就已经从神生了。现在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从神生的生命。现在我们的心洁没洁净啊？洁净了，洁净了。
当我一信，我的心马上就洁净了，因为我的心呢，借着耶稣的血就洗净了。其实呢，耶稣早就洗净我的罪了，还没等我信他就洗净了，信不信？信。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他洗净了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今天他已经洗净了，今天就叫你相信这个事实。谁相信，神就跟你立下约了；谁没相信，就不立这个约。其实今天叫你信心上与主所做成的救恩一次吻合，一次吻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主所做成早就做成的救恩进行联合。耶稣做成救恩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公元，对不对？耶稣做成救恩是在公元。那我们看，耶稣做成救恩在公元做成的，我们现在出生了，才有人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洗净你的罪了，才告诉我们，是不是？其实早就洗净人的罪。那句话，希伯来书那句话是早就说耶稣基督在公元就洗净我们的罪了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，是先洗罪坐下去，对不对？是。后来等你出生的时候，上帝要借着别人把这个福音传给你，说耶稣已经洗净你的罪，你接不接受？要接受呢，他就跟你另立新约，跟个人另立新约，听懂了吗？不是才洗你罪，是早就洗了。但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所以借着信心来联合，来告诉我们神要跟你立约。当你相信了，你就没有罪，没有罪了，你就是个什么人？义人。哎，这就是个义人。这里边说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。谁的血呢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血。只一次进入圣所，不是多次啊，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次就成全到永远，不是耶稣宝血永远功效，是耶稣已经洗净了。告诉你信不信？你信了就不被定罪，不被定什么罪呢？不被定不信的罪，对不对？当你不信的时候，你就要定罪了。定什么罪呢？定不信的罪。不信什么？不信耶稣洗净你的罪，这是绝对的。所以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。为什么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？在以赛亚书已经讲到了，神已经觉得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旧约的一天一次献祭，后来一年一次献祭，因为一天一次献祭太麻烦了，后来就一年一次献祭。因为神觉得麻烦，人觉不觉得麻烦呢？天天叫你宰牛羊献祭，你麻不麻烦？麻烦呢。所以神以为麻烦，所以这样献没个头到脑的，怎么不能除罪，对不对？怎么献也不能除罪，一天献一次不能除罪，一年献一次也不能除罪，那怎么办呢？也就是说，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公牛的血断不能除罪。这样他就神就发明了这个救恩。发明了什么救恩呢？发明什么救恩呢？就是不用牛羊的血了，不再用牛羊的血了，因为牛羊血不能除罪，不用牛羊的血，那用什么血呢？必须用这个血，一下就除掉人的罪，免得以后再麻烦，是不是？太麻烦了，天天献祭多麻烦呢，就用一只羊就把这件事解决了，就把这件事，把罪的事就处理了，就一只羊。那这只羊是谁呢？神的羔羊。神的羔羊，是不是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就这么说，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这才是真正的除罪的羔羊。就这一只羊就把罪就除掉了，你信吗？信。所以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他除净了人的罪，赎净了人的罪，人的罪，对不对？引进了永义。看今天谁能信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一个无罪的人。下面这段经文说，何况第14节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死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哪儿？心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不一样？一样。你这个你必须把它分开，这就涉及到为什么要天天献赎罪祭，为什么天天不用献赎罪祭的？
这个地方就涉及到献赎罪祭和不献赎罪的。你要是在旧约活着，你要仍然用什么血来献祭呀？牛羊的血。你在新约里活着，是用谁的血献祭的？耶稣基督只一次，是不是？嗯。只一次是在十二节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了。所以他就是因为你一天献祭麻烦，一年献祭也麻烦，神觉得麻烦。我只要有一个出来的，就一只羔羊，就把这事儿解决了，多好啊！就一只羔羊就能把这事解决，而这些羔羊怎么献也 不能赎罪，白天献晚上又翻，白天献晚上又翻，今天献明天还翻，明天献后天还翻，是吧？不住的在犯罪，不住的在犯罪，所以以色列民就不住的在献祭。这下可好了，在草场上养羊，羊天天的杀羊，天天献祭。为什么献祭呢？为罪献祭。为什么为罪献祭？怎么献也不行呢？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，祭物和礼物断不能除罪，对不对？那个祭物不能除罪，不能除罪是每一天献都是献虚浮的供物。所以在以赛亚书说，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你们照样还犯罪，你们献的虚浮供物没解决罪的问题，你们还有罪，现在有什么用？我都以为麻烦，你们不觉得麻烦吗？所以神才发明了这个救恩。发明什么救恩呢？就是把一个上帝的羔羊，不是地上的，而是天上的羔羊，献给人了。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，从耶和华山上打发下来一个羔羊，替人赎罪。那这个羔羊是谁？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在十二节说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，不用了，他不用了，你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嗯，他不用了，你对，你再用还对吗？不对，不对。他说不用山羊和牛的血，你也不用了，你用什么呢？羔羊。你要天天献血，天天献赎罪祭，证明你现在用的是哪个羔羊？地上的羔羊。现在是耶和华山上的羔羊，耶和华从天上打发来一个羔羊，给你献祭，好不好？好。一次成全，一直到手多少？永远。不是信主前的罪洗净了，信主后的罪没洗。现在整个教会不是这么信的吗？那咱们信主前的罪犯的罪洗净了，信主后犯的罪还没洗净呢，就这么信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你是不是这么信的吗？是。啊，就这么信的。啊，你看这个教会，整个教会都这么信。那是这么信的吗？那对吗？他一次上十字架就成全到永远，你得信到永远呐、啊，你洁净到永远呐、啊，你别洁净一半啊，你洁净一半，你下一半还是不洁净的，对不对？你那是义人吗？你是圣人吗？难怪有人说我是会犯罪的义人，难怪有人说我是蒙恩的罪人呐、啊。好，往下看啊，说下面说。若就是假设的话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人的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就是连牛羊的血尚且能叫人临时成圣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。他是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？洗没洗净？所以他说洗净，神说洗净的，不是人说的。对，神用他自己的眼睛看，说你们洁净了，你别用我，我没洁净，你没洁净是你自己的看法，神所洁净的是神的，用神的眼睛看，神眼睛看就洁净了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还没等你同意呢，他就洗净了，也没生出来他就是洗净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上十字架你生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你还没能生出来，还没通过你同意呢，他就说他洗净你的罪，当你出生以后告诉你他洗净你的罪，你信不信？信。你要不信杀死你。信。信。好的。你听懂吗？就这么回事啊，这就是这么回事啊，不是你今天犯什么罪洗罪，这个不是犯什么罪才洗罪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是罪人，也不是你出生以后犯了什么罪才定罪，你是义人，也不是你出生以后行什么善事才算是义人。我昨天讲亚当做了一个动作使众人都成为罪人，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动作使凡在他里边都成为义人，对不对？对。
我编的是圣经写的，老爷子，是圣经写的，昨天咱们就念完了，圣经就这么写的，信的圣经这么写的，我们怎么信呢？是按照圣经信呢，还按照我的想法来信呢？嗯，圣经你看圣经，好，血是洗心，或做良心，对不对？嗯，血是洗心，下面不是洗，而是除去。它的血有两个功效，一个是洗心，第二是除去。除去什么呢？死刑。除去你们的死刑。下面一个死刑是除去，不是洗。心是洗，洗完是留着。死刑是除去，除去是不要了。嗯，好，咱们现在上都把那从玉米地里掰回来那个苞米棒子，对不对？咱们要糊苞米，对不对？要糊苞米，掰回来之后呢，苞米外面有叶子，我们把那叶子给它扒开了，把叶子掰下来，把苞米里边那个苞米留着糊，我们吃，对不对？到锅里煮吃，那叶子怎么办？叶子怎么办？除去是什么？不要。听懂了吗？听懂。这还不知道。咱们摘菜，怎么摘菜啊？咱们现在上那个什么哦，上个地里采回来菜，就现在在这里摘，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给它摘掉。吃的是好菜，把那摘一些东西往哪弄？垃圾人。扔掉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留下了？好的菜经过用水洗一洗留着吃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面说什么？洗净你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是不是两个步骤？是不是两个步骤？是，洗心除死刑，那死刑是除啊，是天天洗一洗。除，你看在里面这一节经文说两件事，对不 对？你要注意看这经文的，你就知道主说的话就这么回事，他就要按照这个来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我的话句句是炼净的，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。一个心或做良心是洗净留着，对不对？心是灵，洗净了留着。下面的死刑不是洗净，而是除去，除去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，对呀。是不是这么写的？是。那我多次献赎罪祭行不行？耶稣献一次，我信就一次。我们只靠着他一次就得以成圣，对不对？对。一次就干净了。嗯。昨天咱们查那段经，一次就干净了。是。我们也不能多次献。耶稣一次献，我们信也是一次，靠着他一次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别两次，别三次，别四次，别五次。你献的越多，你越在轻慢耶稣。那死刑下面那个肉体连肉体的邪行思维，那另外有处理方法，是不是？是，另外有处理方法。我现在已经重生了，已经有一个生命呢在我里面。这生命是谁的生命？是基督的灵和我的灵就合而为一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我信的那个时候开始，是不是？咱们谁也别走神啊！咱们谁也别走神，就眼睛盯着看。就这两个人，我话说上懂了。
好多人，就借着这两个人，咱们网上那个张百成弟兄嘛，我就这么画明白了，一下就明白了。因为他不这么画呀，因为这是里边有一个人看不着啊，你看不着，我就得就用笔给他画出来。他在哪里住呢？里面的心里、啊、在这里啊。在这里边有一个人啊，在圣经里说新旧两个人，这新旧两个人到底是哪新旧两个人呢？是外边的旧，外在的旧。我现在已经怀胎了，圣灵怀孕了，对不对？从灵生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有了这属灵的生命了，我现在就不是一个，就不是一个空的。对不对？我不是空的了，我现在里边已经有一个人了。但我们知道，这现在只是两个人，这也长脑袋，这也长脑袋，这脑袋是谁？基督。基督。这基督的头，这下面这身体是谁？我的灵。我的灵，对不对？灵和基督的灵合而为一，这句话在哪呢？在灵章六章第十七节，对不对？看。六章十七节。这人真丑。就这么个样子吧，丑就丑吧。小子们，十七节，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，对不对？谁的灵和主成为一灵呢？我们的灵和主的灵现在已经成为一灵了。对，我把这个身体就当作我的灵，把这个头就当作谁的灵呢？神的灵。现在神的灵因着我接待耶稣基督已经洗净我的心了，神的灵就内住在我心里，和我的灵就合二为几了？合二为一了，对不对？合二为一了。现在我就有几个人呢？两个人。好，这个人是从肉身生的，叫什么人？肉人。肉人，或者叫什么人？旧人。这个人从谁生的？从灵生的，叫什么人？灵人。叫灵人，或者叫什么人啊？新人。这人从神生的，叫是谁的儿子？神的儿子。这人是从人生的，是谁的儿子？耶和华的儿子。人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你别给搞乱了。神的儿子吃什么粮食？灵粮。灵粮。喝什么水？灵水。接受什么光？接受光。人的儿子去喝什么？吃什么粮食？地上的。喝什么水？地上的。接受什么光？接受阳光。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好，不一样啊。神的儿子耶稣升天了，他将来往哪去？升天。人的儿子亚当入土了，他往哪去？入土。能不能看懂啊？看没看懂？这个人的儿子，这个神的儿子，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罪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你等一会儿，咱们就讲来讲去，你就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不用天天献赎罪祭，你要天天献赎罪就坏了。你等一会儿讲完了你就知道了。有的人呢，他是根本就没分两个人，他就一个人。对，他这一个人，你说他就规范这一个人行善就作恶，你规范他行善的时候他就作恶，他也不能就行善呢，他就作恶，他就一个人。今天我们是几个人呢？两个人。哪两个人？新旧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新人和旧人。对，如果今天若不是两个人，那就坏了。是。那为什么坏了？因为圣经有好多的话语就矛盾了，是不是就矛盾了？说食物是为肚腹，肚腹是为食物，这个肚腹谁要叫这两样都废坏，对不对？还有个身子是为身子是为谁啊？身子是为基督，对不对？基督是为身子，
对不对？这两个你把它分开。我们现在不单单有一个有两个生命，而且有两个身体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就明说有两个身体，不是一个身体，你非得说一个身体，那你把这个身体给弄哪去了？卖了，对，是不是？给卖了，不知道卖哪去了。现在是几个了？两个人，分得清不清楚？这个管天父叫爸，这个、管人叫爸，这个、管天上耶路撒冷叫母，这个、管地上妈妈叫母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属土的，这是属灵的，这是必死的，这是不死的，这是暂时的，这是永恒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有限的，这是什么？无限的。这两个人你必须把它分开，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有两个人？因为这涉及到两个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涉及到两个人的问题，不涉及到重生，它就是两个人呢、啊。一说重生，肯定不是一个人，就是两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你把他俩混到一起去，能不能行？不行，根本就不行的。你不行，你拖哪个呢？一说拖，你要不是两个人拖一个不就没了？你怎么拖？他拖不下去啊！一说两个人就拖去救人，穿上什么？新人，这是明显的。你救人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怎么拖？你怎么拖吧？那没办法拖呀，拖不了啊，就一个人拖什么呢？这里边涉及到救人新人，对不对？救人新人，圣经这样的救人新人的地方讲的这样的经文也很多，但是人呢就不注意看圣经，只要你一注意的时候，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随流逝去，所以你不郑重听你就不容易明白，你郑重听的话，有的人说他们是异端，他们讲的不对，你说他坐在这里听了吗？前面不听后面不听，就听那么一小节，那么一小节半节就跑了，哎，这不对呀，和他从前的观念不一样，他就说不对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要把这观念转变过来，你从前是什么观念？你从前是一个人活出两种性情，今天不是一个人活出两种性情，而是两个人活出两种性情，是不是？两个人活出两种性情，不要一个人活出两种性情，不可能的事，你硬那么说，那就是违背圣经约他的真理，对不对？圣经就是这么讲的，咱们就得照着圣经这么说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人装的是罪，这个人装的是义，是不是？新人里边从神生的，已经洗干净了那心，他就喜欢良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现在我已经有神的灵在我里面运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找到吗？十三节，你们立志行善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好了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说现在开始啊，就是从重生那天开始。从重生那天开始，就有一种反应，什么反应呢？心里想立志了，想立志干什么呢？行善了，有没有这个时候？立志行善。保罗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七章，他自己就这么说：“我立志行善由得我，是不是？”现在开始立志了，为什么立志行善？因为这里有一个良善的主住在我心里了，所以因此就立志行善。心里就讲行善了，他本身说良善的只有几位？一位，没有那良善的主住在你心里，你想不想行善？不想，你根本就不想行善，你根本就不是想行善，雷锋那根本不是行善的，你不要以为雷锋是在行善的，这里边是他立志开始行善的，是因为良善的主住在他心里，我们可以看。女人怀孕的时候有没有反应？有，一个月的时候没有反应，两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反应，三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反应，四个月还没有反应，五个月还没有反应，六个月还没有反应，八个月九个月还没有反应，你说这个女的怀没怀孕？假怀了。啊？没有，
骗人的，对不对？骗人的，他只要是怀孩子，他一定会有反应。那女人反应是什么呢？呕吐。呕吐。呕，是不是啊？他想呕吐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我现在心里现在就怀了孩子，我现在是怀的是属灵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怀属灵孩子有没有反应？有，什么反应？感动，一定会有反应。谁要说我没有反应？启示，那不对，一定会有反应的。那什么反应呢？我首先说这个反应就是他想行善的，这个人是行义的人，这个人是作恶的人，这个行义的人不会犯罪，对不对？他从神生的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在哪里的？约翰一章，好，我把它翻开，咱们看一下啊。约翰一章误解了。说那个经文呢、啊，在我们那地方有一个有多少讲道人讲一下，我这讲不懂，这讲一下讲不清楚，就把那段经文就扔一下不讲。如果他不是这么讲的，他根本就讲不了。就一样。啊，我们先看约翰一书啊，咱们从五节往下看。啊，三章五节。找到没？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，耶稣来他是除掉罪，不是叫你反不犯罪的，听懂了吗？有多少人把这个经文当成是反不犯罪的，自己搞自己肉体手，这是耶稣基督来除掉人的罪，是他主动把你的罪除掉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管肉体不管灵性的罪都是耶稣给你除掉的，都不是你自己扳出来的，是不是除掉啊？是。哎，往下再看啊，在他并没有罪，他没有罪才能除掉你的罪，这说在他并没有罪就是他上十字架，不是为他自己死，乃是为谁死的？为你死的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是肯定的意思，是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。有的人就这句话，那咱得行义呀、啊，不行义的不是义的。那到底是什么是行义的？把这隔上，看罗马书第八章，什么叫行义的才是义的？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什么叫行义的才是义的？找到吗？八章十节，找到了。找到吗？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身体因为有罪，所以因罪而什么？什么因义而活？行义。这个义是哪个称义？行义。是肉体称义，是心灵称义。行义。你看这个地方分清了，对不对？他这里面说不是肉体诚意，而是什么诚意？心灵诚意，记住了。再回头看，看到约翰一书那一下就看明白了。因为这圣经它是前后的在说明这个问题，是心灵因义而活，心灵是行义的人，外面不是行义的人，属肉体那个肉体不是行义的人，心灵因义而活，对不对？是。诚意是称心灵为义，不是称肉体为义。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这么说的，我就得这么讲。你也应当，你众弟兄怎么也应当这么讲，对不对？这是主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好，再继续回到约翰一书第三章。这就是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注意看黑板，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哪个是义人？里面的新人。这不是义人。对，这是义人。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。他喜欢义，他不喜欢义，这是行义的，这不行义。是，啊，不是。看懂了吗？看懂了。看懂了，再继续往下看。看懂了，再继续往下看。下面，这个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，为什么他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呢？他是从主生的，所以跟主一样的义。主是干净的，他也是干净的；主是行义的，他也是行义的，对不对？别瞅本，别看本啊！你千万别看本，你要看本，你就不，我讲完了你就不会明白。
你看黑板，我叫你看门你再看门，不叫你看门就看黑板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的头一直是抬着往黑板上看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指哪个了，你说不上什么时候你就看错了，看错你就认为王元浩讲的犯罪不是我犯的，不是王元浩讲，是圣经讲啊，别赖我讲的。好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是不是？他是义人，是。好，再往下看，他义到什么程度？正是中有主是义的一样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，就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义。将来他就复活的身体呢，跟主耶稣那个复活的身体一样。耶稣在登山变相显容了，有一天上帝也在你身上显容。你信不信？就把这个人显出来，叫你看一下。你看这个人和这个人一不一样？这个人叫最深的形状，这个人叫义深的形状。对不对？对。那再看啊，等会儿，哟，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，不是细讲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你讲一讲就讲冰瓜，两人讲到一起去，两人一讲到一起，不知道哪个得哪个失，是不是啊？往下看，一八节，犯罪的是属谁的？魔鬼。魔鬼，所以他要死一次，他要死一次。犯罪是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什么？犯罪。神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从未除灭魔鬼的作为呢，已经除灭魔鬼的作为了，已经在十字架上伤了魔鬼的头了，对不对？魔鬼也伤了他的脚跟了，魔鬼钉他十字架，他借着死伤了魔鬼的头了。那这个伤魔鬼头代表什么？啊，那全是魔鬼，那个全是被耶稣基督给践踏、给打碎的，对不对？说践踏魔鬼的头，已经结束了，接着死，因为魔鬼在世上就是掌什么权的？掌死权的。耶稣上十字架就把这死，借着死把这死废掉，除掉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句话在哪呢？在希伯来书二章四节。哦。接着死要拜拜那长死权，是不是？拜拜那长死权，是不是？像废掉死在哪里？基本上后书一章第九节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把死都废掉，死也废掉，罪也废掉。魔鬼就掌死权，把死废掉。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。小子们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并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。他已把什么废去了？废完了啊！在死在你身上有没有权柄？没有。死在魔鬼身上有权柄，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，因为魔鬼就是掌死权的。耶稣基督就来废死，是因此魔鬼的头被耶稣基督什么？碾碎了。已经打伤了，对不对？践踏了魔鬼，把死废去了，魔鬼就掌死权的，一下没有权柄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柄了。听懂了吗？好，再回到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咱们就看死没有权柄，死已经废去了。耶稣来了，就是说借着死把死废去，死所有死都落在耶稣身上，这死所有人的死都落在耶稣一个人身上，所以他把死废去，魔鬼就没有权柄了。第三章，小子们。第三章第九节，小子们，凡从神生的，现在我从未重生，从谁生的？还从谁生的？还从谁生的？真道生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从神生了。下面说凡，什么叫凡？所有的。这里边有一个，就恐怕有人在这钻空，就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
凡从人生的就不犯罪，凡从人生的就会犯罪，凡从人生的他不犯罪。那你可就看不出来，有的人就这个经文，他就变在那个地方，说凡从人生的就不犯罪，凡从人生的就犯罪。所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？怎么样处理？今天咱们必须在这种，我们这群工人先明白，这个地方先明白，好不好？好。凡从人生的就不犯罪，为什么不犯罪？有原因的。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哪里？主的灵在我心里，他也能不能犯罪呢？里边明说他也不可能犯罪。谁说神从神生的犯罪？那谁就那个嘴就不是神的嘴，不到啥罪。那没事，圣经明这么说，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肯定不犯罪，一定不犯罪，绝对不犯罪，是吧？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是，原因是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可能犯罪，就这个意思。听懂了吗？这样我用两个人你就知道，我要用一个人你就得想，我这天天都犯罪呢，我这你就想到这个人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是我讲错了，是那些人领悟错了。啊，有的人领悟错了，两个人并挂了，他里边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人。有的人呢、啊，我不是在说他们，他们真的没有这个人。要有这个人，他一定会有感觉的。是，能不能有感觉？有，他一定会有感觉。他麻木了，就这一个人。心善也是他，作恶也是他，上天国也是他，下地狱是他，也是他，反正都他，又是新人又是旧人。你说犯罪就是旧人，不犯罪就是新人。你说这糊涂不糊涂啊？你说那你怎么讲都讲矛盾，圣经好多话叫他讲矛盾了。我这么讲圣经不会讲矛盾，一点你也给我你找不出矛盾，你给我挑矛盾，我讲完你给我挑出来，看能不能给我挑出来，一个你都挑不出来。不信可以每个弟兄姊妹说我不服，来，我给你挑挑毛病，你挑毛病，你拿一节经文，拿十节经文，行不行？就这么说的，圣经就这么说，从神生的不会犯罪，原因是什么？神的道在，从神生就不犯罪。为什么不犯罪？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。原文括弧里边注意看，原文括弧，神的道没说在他，是种在他什么心里，已经种下了，种没种？种了。那刚才咱们讲到什么？重生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这枚种子已经种在哪里了？心里了。真种了假种了？真种了。还是流产了？有的人真流产，他没有这粒种子，所以你怎么说这里有一个、有吗？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有人根本里边就没有这个人。你有这个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。假如我今天不经历，我能不能会讲出来？不能。这很麻烦的。对。就不是一般，他因为这个看不着啊，我讲的是看不着那个人和看着这个人同时讲。如果我不经历的话，我根本就讲不出来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咱再继续往下。从神生的不犯罪，搁五，搁第五啊，第五你搁这写，从神生的不犯罪啊。好了，把这都擦掉。好了，从神生的。哎，大的不擦，小的大的不擦，这大这不擦，就擦这个。大便擦，大不擦就不擦。这不是大的，大的擦。这就是咱死。好了好了，不行了，行了，好了。好，再继续往前看啊，第九节，
第九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他根本就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谁生的？是神。就主要强调谁生的？是神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强调为什么不会犯罪？不会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我把第五在这写啊，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你们有还有没有笔？这笔怎么不？有那么厚的。那厚的吧。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吧。这里有笔，不见了。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。谁说从神生的还犯罪？那他就在污蔑神有罪，对不对？对。神无罪，从神生的也是无罪的。对。狼是狼，从狼生的还是狼。神是神，从神生的是谁？神。有人就不敢说了。要说是神，这不是啊，这不自称是神了吗？不是自称是神，神是神，从神生这个生的还是谁？还是神。那不能神是神，从神生的什么是狗啊？来看，咱找两节经文来证明这点。这个经文，神是神，从神生的是神，神是神能犯罪吗？不能。好，咱看约翰福音，看谁在撒谎。第十章第三十四节，这句话引用诗篇的八十二篇第六节。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，找到咱们查这一节经文，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样人才称为神？就承受救恩的人，在上帝眼里看去，他这个生命就是谁？是神。对。我们是人，我们生下的孩子是什么？人。小孩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神是神，神生下小孩叫什么？神孩。神孩。人孩。神孩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懂得吗？这地方为什么不犯罪？不犯罪，你首先知道这人是谁。啊？第三十四节找到吗？你看，我每次说你都不注意。我告诉你，十章三十四节，你马上就得记住。三十四节找到吗？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神，下面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说他说健忘的话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健忘话是什么意思？狂妄的话，对不对？太狂妄了，你还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说什么？经上你习没念的经？耶稣基督从来没读圣经啊，他就知道有这句话，这是圣灵在说的。说经上，你们岂没有什么？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？律法上，凡在圣经里头，旧约圣经都叫律法的，对不对？无论是在生命记，无论在创世记，无论是在诗篇里，耶稣引用的时候都说你们的律法上说，对不对？下面看，你们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那些承受神之道的人尚且成为神，那是指肉体啊，是指灵，指灵。你不是指肉体说，肉体不是神，你可别误解了，误解回去王一浩讲的我们都是神了。又给别人造成一种，还是又玩异端了。别人更说我是异端了，就这么的说我是异端了。我一说不用天天献赎罪祭了，他们都说我是异端，因为他也不懂怎么回事啊，他就在那乱说呀。你详细查考圣经的时候，这圣经就这么写的，我不能把他圣经推翻了。我再胆大，我也不能推翻圣经啊。我是不是给弟兄怎么查圣经啊？是。那这个人是谁生的？神生的。狗生的狗叫什么崽子？狗崽子。人生的叫什么崽子？神生的叫什么崽子？神儿子。神儿子。
你不是神，他怎么能叫神的儿子呢？啊，他神生的才叫神的儿子，才叫神呢。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句话不能废弃，耶稣都说不能废弃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些承受神之道的人尚且成为神，何况不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说他说健忘的话了吗？不是呀。耶稣在指责那些犹太人，那些法利赛人，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礼拜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将来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才能上神的国。你根本不是神的生命，你怎么能上神的国呢？你是人的生命，怎么能上神的国？人的生命必要死，神的生命必要进天国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继续看，回头一约翰一书，这个人有爱心，爱心是从这个人，良善的只有一位，就这个人有爱心，对不对？我看啊，第十节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对，用来证明一下，证明一下，用什么来划分呢？用犯罪和不犯罪来划分，谁是属魔鬼的，谁是属神的，用这条划分，看谁是说自己正经，用什么？用犯罪来划分，对不对？是。用犯罪划分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？有的人天天把这犯罪挂在自己的嘴边上，要不挂这字儿，好像连祷告都不会祷告。啊，他就巴不得自己是谁的儿女啊？谁呀？鬼的儿女。因为耶稣明说的，犯罪的是属谁的？魔鬼的。我不知道，属魔鬼的。魔下面就是从此以后，又从神生的不犯罪，犯罪就是属魔鬼的。从此以后就断定，就来去划分一下，谁是属神的，谁是属魔鬼的。凡不行义的，就是什么？不属神。外弟兄也是如此啊。对。因为这个是爱弟兄的，对不对？是。爱心是从哪里来的？神来的，是的。我从神生，我这里边自然有爱心，想行善的，对，想爱人如己的。但是这里边跟肉与灵交战，这不等于他没有爱心。肉与灵进行交战，这两个人进行交战，神儿子和人儿子进行交战，先前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，属灵的亚当进行交战。反应出现了啊！这是第五，是从神生的第五不犯罪。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十八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，不犯罪他为什么要出现两段经文说凡从神生的不犯罪呢？谁编的？是圣经写的，是神默示出来的，还是谁编的？神默示。来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无法害他，恶者能杀身体杀不了灵魂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解释一下就通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恶者耶稣说不要怕他杀身体，杀了身体杀不了灵魂，现在恶者无法害他，无法害哪个？灵性人，这和圣经不矛盾了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你一解释就矛盾，那恶者无法害他，那这个被恶者杀了，害着了，害我，恶者无法害他，就无法害我这大肉体。你看他和圣经又矛盾了，处处他讲一个人，他没有办法讲圣经，他没有办法讲圣经，因为圣经就是新旧两约，都是两个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新酒和旧礼斋。对，新律法与恩典，嗯，旧人和新人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旧衣服和什么新布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狼和羊，败的卖的，分别上树，生命树，它都是两个两，你非得跟病卦讲到一起去，你非得把属肉体和属灵讲到一起，你怎么讲也讲不通，怎么讲都讲不通。我讲的分开，有多少弟兄姊妹看过了？我看过啊，看过了，分不分开？你们要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开，我就叫你们做口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宝贵下贱的没分开，整到一起去，在地上和天上，地上的是下贱的，天上的是宝贵的，你不给分开，你怎么讲呢？那叫分离不倒教的人，那就救援那些分离不倒教不洁净的动物。是。
一分开主就叫你做口的，你要想做尊贵的，上帝要叫你做口，你给他分开，好不好？分开讲容不容易了？容易，这就容易，一下轻松，原来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刷的一下就开了，对，是不是？像天地分开一样，光明和黑暗刷就分开了，嗯，一下就看明白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五弟兄，是不是啊？假如你不是这么分的，不信你去试试看，你看你能不能讲了？你就用一个人来那抠。你抠到耶稣来，你讲的都不对。你信不信呢？耶稣来的一个人，就这一个人啊，就在这里头都能讲。你怎么讲？你不信，你讲讲试试。来，你讲讲来。你这经文你怎么讲？这上面说，我们知道，凡从神生，必不凡。这个强调语气，对不对？这是必是绝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绝对不犯罪，那有人，那我还犯罪呢？你看这个人，你说这个人现在在，是不是就一个人在活着？是。他说我还犯罪呢，跑到这个人，嗯，一想这个人不犯罪，他崩下跑这个人，我还犯罪呢，那我是属魔鬼的吗？他就这么说了。你要不做那静静行，这不是说上帝一开始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一马一所有一起启示，而是只启示一个两个人的，嗯，就启示一个两个人的，借这两个人往外再继续传，就不是所有人都启示的。你知道我也不爱去传道去，我也不爱去把那家扔了我就去传道，你以为我也不爱？那上帝叫你传道来，把你手上工作放下。嗯，就这么，他就叫我放下，他马上把话给我了。我从前呢，就做我的演员，我就想好好做演员，做一个名演员，而且能出色的演员。但上帝不让，我现在是国家四级演员，但上帝告诉我不让做演员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演你自己。我们现在也演一场戏，演给世人和天使看，对不对？现在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就演成真实的戏，要把这个人演出来，这是主角，不是演他，他是配角，他是陪伴之人。演谁呢？是你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讲的世人卖弄的是肉体，对，我们彰显的是属灵的生命，他动的是肉体，我们动的是心，看谁的力量大，好不好？我做这个静，我就比他动还有能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用的是灵，他们用的是肉。耶和华说他们马不过是什么？肉，不是灵，是灵有力量啊，是肉有力量啊。灵叫人活的，肉体是什么？是无意的。耶稣都这么说，耶稣说肉体是无意的，他不是用肉体，用肉体打你是给魔鬼，跟魔鬼打你肯定是败将，你要用灵打呢一定是得胜的，把这个生命使劲给他吃，使劲给他吃，对不对？多多的吃，多多吃，当当当当，你这边长超过他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长大了就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就把基督活出来，不是你活的，是这个人，这个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活的。你别努力活，你越努力活他又活不出来，你越使劲活又活不出来，谁活呢？把这权柄让给主，主在你里边活，就活的像谁呀？像谁一样。所以这里边说必无犯罪。好了，信耶稣之后了，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，还有一个有罪的生命，就是外体，他俩进行有一个一次什么呢？灵与肉的交换，你我被灵与肉交战，先不是打魔鬼，你先别跟魔鬼战，你现在打不过他，你是小孩，这孩
还处于摇篮状态，还处于乳养状态，还喝灵奶呢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先别不跟魔鬼打，上帝也不让你跟魔鬼打，上帝也不叫你遇见试探，天天就祷告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天天还在祷告呢。这在乳养阶段，现在你要学习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肉与灵进行什么交战，灵与肉进行交战。现在是要把谁打败呢？把肉打败呀！打败谁？我。他俩的先别跟别人打，别跟教会弟兄姊妹打，跟谁打呢？先人和旧人进行什么较量一番，打不打里边就不长，一打他就衰微，他就兴旺。打的目的是叫里面的兴旺，外边的衰微，对不对？你的人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跟自己俩打起来了？这自己就一个人，跟谁打呢？几个人？两个人。说一个人的人他就没重生，说一个人那肯定没重生。看看，把银行打开始打了。罗马书。七章十四节，那灵和肉进行他俩进行交战一把，他俩打一把。有的听过了，有的听过讲两个人的，或者讲分开的，讲两个人是吧？就有这个，他俩进行打，别跟魔鬼先打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打不过他，你等着这个长大了，把这个消灭了，就消灭魔鬼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不属肉体，我乃属圣灵，我不属肉体，我属圣灵的，来，看看啊，怎么个属圣灵法？从此，基督的灵若住在我心里，从此以后，我的灵就不属肉体了，我的灵乃属什么？基督的呀。现在呢，他要做好事，他要做坏事，他要做善事，他要做恶事。有没有？有。来看啊。第十四节，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，但我，你看黑板，别看圣经，啊，我看黑板，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律法它本身是属乎灵的，要肉体去守，能不能守住？守肉体属灵的，守属灵的守不住，对不对？那必须是灵守灵，对不对？对。肯定用这个手，跟用这个手肯定不对。以色列他倒闭旷野就是用这个手。是。约书亚和加勒就不是用那手，用哪个手？这两个手。看着啊，看这段经文是不是如此？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，但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谁了？对。对这老我，这个属肉体的我已经卖给罪了。卖给罪的是谁的奴仆？罪的奴仆应当怎么办？罪的工价应当什么？死。对，说对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这老我就只配什么？死。那别人一听这个发音，这不对，这不行啊。所以吃奶的孩子，你就不容易听了这个话。你要是长成蛮有基督身量，你的属灵身份长大，我这么一讲你就懂。我们现在征战的对象是这老我，老我征战完了跟魔鬼征战，魔鬼征战完了跟这世界打。因为我征战的对象有三个呀，老我、世界和魔鬼，对不对？是。你要么今天，要么能不能打赢？啊，你约摸一下，你想想看能不能打赢？现在是用小的打大的，用大卫来打格利亚，能打吧？用大卫王打扫罗王，能不能打呗？打败了。怎么打？咱必须得先了解一下，先了解一下他俩的性情啊，一个不会犯罪的，一个会犯罪。一个从神生的，一个从人生的，他俩住在一起的，一个想行善的，一个想做恶的，能好不能好？
他俩能不能和睦相处？他俩不能相处，像你嫂和雅哥，他俩不能和睦相处。一个是贪恋世界的，是，就想吃野味的，这嘴张那么大就想吃野味儿。恐怕他嘴小了。好大牙呢。最想吃花世界，把这嘴填满。最想吃天上的羚羊。他俩一个往地上使劲的，一个往天上使劲的。心里有想往天上使劲，在这个肉体天天往哪使劲呢？里面有邪情私欲，有罪，他想往地上使劲。一个要吃地上粮食，一个要吃什么？天上粮食。他俩不是吃一个粮，一个地方粮食。所以呢，这样呢，他想行善，他就想作恶，他正好跟他扭着来，说憋着劲儿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。善恶在一起了，老亚当和新亚当住在一起了，善和恶住在一起了，你说能不能好？所以保罗说：“我真苦啊，苦不苦？苦！你看怎么苦的？说这是已经卖给罪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哪个卖给罪的？说被谁制服，就做谁的什么？这个卖给罪的，被罪买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被罪买去，表明他做谁的奴仆呢？罪的奴仆。做罪之奴仆的，以至于什么？死。”做一只奴仆，以致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，所以这个得永生，这个必须死。听懂了这句话吗？听懂了。你看罗马说这个挺深，挺深的。不怪王婶说，咱们现在高中课，他们现在小学课，这挺难，挺难的。不是，你要不现在在这里，你要不是从前没有根基，没有底，你搁这一次你就糊涂了，你不知道咋回事儿。肉体是不是卖给罪的？下面再看第十五节，因为我注意看啊，因为我所做的是我不明白的，是看黑板就看懂了。因为这老我做坏事是我在心里头不明白的，因为从肉体上从亚当生这个老我做的坏事是从天生的，从灵山的这个心我这小生命所不明白的。你看着啊，我所愿意的这我愿意，对，这老我倒不错，对，留着来，我愿意的，我心里愿意是行善事，这老我不错，还是很是不是？我所愿意的这老我不错，我所恨恶的恶，我所愿意的善，老我不做；我所恨恶的恶，老我都去做。我要行善，我的肉体却行恶，是不是？我里面想行善，心里明明透明的，我要想行善事，但是肉体不做，就这个不做，做不了，就做不上来。有没有真实的？有，真有假有？有，真有。好听，这声音特别给我洪亮，真有。真有吗？真有。这就表明圣经写的是对的。是。我这么一挑，把这个经文这一挑起来，弟兄姊妹都在这种光景下过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咱们就看。咱就看，你必须先知道。这种情况下叫不叫故意犯罪啊？不叫，不叫。现在他做罪了，犯罪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他不犯罪，他犯罪，心里不想犯罪，但肉体犯出来。是的，对。心里不想作恶，但肉体做出来。对。这叫不叫故意犯罪？不叫。这叫什么？交债。交。两个肉在交战。这是两个人在交战。这是肉与灵两个人在交战，对不对？对。保罗这里边说翻译成两个律，但是保罗原文做两个人在交战。二十一节就告诉两个人在交战，不是单单两个律，
而是这是两个人在那交战了，打起来了，内讧了，对，家里窝里斗了，家里反了，而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来不是要世世界太平，我是要叫自己动刀兵。首先他俩动上刀兵，谁动刀兵了呢？新人和旧人先动刀兵。为什么主耶稣就来，非得叫打呢？不打不行，不打不能把肉体和灵分开，对不对？必须打。以扫和雅各他俩不打不能分开，以实玛利和以撒不打不能分开。对不对？扫罗王和大卫王不打不能分开，该隐和亚伯不打不能分开，对不对？他俩必须打。那都讲我们的旧人和新人，他不是讲两个人，而是讲一个人两个人，一个新人一个旧人，对不对？他俩进行憋着来呀。你越不愿意行善呢，这个大家伙说我就不行善，怎么的？啊，是不是他不愿意行善呢？他不愿意，他有神的灵，他喜欢行善呢。但是肉体里没有良善呢，他没有良善，他净是恶呀，净是恶，他就得想每一天都想恶的事，他有私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才需要打。神把这件事显明出来，心想行善，肉体行不出来，把这个显出来，目的是要干什么？叫你发现一个奥秘。什么奥秘呢？叫你发现这个人存在，叫你发现这个人存在，不然的话你没发现这还存在这么一个人。我也是后来发现的，谁都没讲呢，我就在柳河，就我在我们那地方就讲这个肉与灵进行交战，两个人进行交战，他们就说你这讲这不对呀。我说我讲不对，那就圣经不对了，因为圣经都这么说的，这人从神生的就喜欢善，因为他从善生的，从义生的，从神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天生，就喜欢行善。这人就从罪孽里生的，他骨子里就是罪孽，对不对？他的亚当的本根就是罪，所以他里边装的全是罪，一点良善都没有，一丁点都没有。没有良善的人就恶透顶了，恶极了。神要把这个良善给他读出来，叫你发现这里有一个人，同时要把这个人显明是恶极了。为什么把他显明恶极了？上面就说恶极了，我们看第七节，第七章十三节就说恶极了。为什么把他显明恶极了？晓得没？既然如此，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？叫我死的乃是什么？罪。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对不对？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什么？把这个人给他显出是恶极的，对不对？把这个人显出是善极了。这人从天生，从神生，神就是良善的，所以他善，他不善，他恶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发现了吗？发没发现？谁发现了举手了？谁发现了我这个肉体没有良善？举手。发现了，哎，发现了。谁发现里边这个心里想行善，就有一种动力想要行善，运行在你心里有一种动力要行善。有。哎，这就对了。现在那这个道就对了，这道是在每个弟兄姊妹中间都在运行，不光是你，不光是我，连保罗有没有啊？有。保罗在这里写自己的经历。保罗从前他守律法的时候，把守律法当作一件有益的事，逼迫基督徒，残害基督徒，当作有益的事。当他被大马色光照之后呢，他马上就有感觉。他从前逼迫基督，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今天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他说我从前我发现别人不好，现在我信主之后了，我有重生生命，我发现我自己那个肉体里没有良善。你发现了吗？发现了。
发现没有良善，现在是跟自己打。现在教会中间呢，是你跟我打，我跟你打，是跟外跟着弟兄姊妹打，所以进行分门结党。这些人是属乎血气的，他根本就不是属灵的。真正的不与灵交战的人，这是属灵的，是属血气的。属灵的啊、哦，你别把这当属血气的。这个人是真正的属灵的，他有肉与灵进行交战的。真正属灵不是说他肉体能行像行善的就是属灵的，而是他里边有了行善的生命，但现在心里想行善，肉体没行出来，这种交战的过程，这就叫肉与灵交战，是真正的属灵。这是每个基督徒必经之路，是每个基督徒必走的路。这一场交战是一场猪死的搏斗，有一方死，有一方活，肯定有一方被打死的，肯定有一方是得胜的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不是这场交战，不是一场就把他单单把他打败了就完事了，是把他打死。不打死都不行，对不对？不打死绝不罢休，有一方不死他就会站出来，他站起来还跟你来打，你必须一下打就一对下把他打死。怎么打？必须得打，怎么打关键，这方法很关键，肯定不是自杀，不是喝毒药，不是偷火车，不是跳楼，不是上吊，这都不对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打？你看圣经怎么打，我们就怎么打，好不好？好。咱们继续往下看啊，因为这是我已经经历过的，我就要给弟兄姊妹讲出来。不经历的人他讲不出来的，你根本他讲，你让他讲他讲不出来。这个地方不是经，不是谁都能看懂的，这个地方很不容易懂。他容易这两讲两个我就容易给他讲并挂了。一讲并挂了，不知道哪个我是哪个我。你注意看圣经，你看啊，他俩顶架，他俩，他干好事，他干坏事，他想行一，他想行恶，是不是？你注意看第十六节，若我所做的，若哪个我呢？老我，这个从这亚当生这个肉我所做的事情，这个属土这个我所做的事情，是我在里面不愿意的，在心灵里这个我所不愿意的。对，他做完事他不愿意。你有这个事吗？是有。你有这时候吗？有。真有吗？真有。真有，恭喜你重生了。真的假的？又来钱。是我，你看他所做的事情是他不愿意的。对，你不能就用一个我来解释，解释不通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这里面说了，若倘若我所做的事情是心我所不愿意做的，老我做的事情是心我所不愿意做，是从神生的灵我所不愿意做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什么？善的律法要求的是对，对不对？下面看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他犯的不是我灵。有的人没听懂，有的人不是我做。王一浩说的，他犯的不是我犯的。哎，现在你就是属灵的，你要能承认不是我做的，你就不属肉体，乃是啥都是我做的，那是我做的，那是我做的。吴彦明弟兄听懂了吗？即使这样，他喜欢作恶，他不喜欢。他作恶，他不愿意。他愿意，他不愿意。是不是？他想行善，他不去行。即使这样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律法要求是对的。对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这个从天生的，从灵生的，从真道生的这个我做的，乃是。对是吗？麻不麻烦呢？麻烦呢！你要是这么看都麻烦呢，不好讲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我嗓子总讲哑呢？我这个地方不强调他就谁做的呢？你说谁做的？这就叫不属肉体，不随从肉体。什么叫不随从肉体？一定不把这个罪呀归到他身上去。对对是。
一定要把这罪归到谁身上？归到他身上，最后给他一个判死刑。判死刑，枪毙，老我杀你，杀你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，这样经文圣经里都有。我一直从这讲，一直讲，讲到最后，还能往下讲。还不矛盾，哪个地方都没有矛盾的地方，所以圣经全部从头就像那个你家那个面带那个扣似的，打对了，打不对了，怎么算也算不动，对不对？打对了，从这一头一站，开了，怎么开的呢？找到扣的那个，找到那个对儿结儿，一下给打开了，就在。为什么有的人拽一拽就死嘎了呢？拽在死嘎死嘎，他说这谁做的面带梗？这不是扎这么紧呢？不是他做的紧，是你不会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。这里头每个弟兄姊妹可能在信仰上都有一些死结的地方，你可能不懂的地方，但是你把这两个律法恩典分开，前约旧约分开，新不旧衣服分开，新酒旧皮带分开，这个新人旧人分开，狼和羊分开，麦子和麦子分开，只要你不混淆就行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混淆就行，你一下子能解开，很容易解开。可别说那圣经怎么这矛盾呢？怎么这个地方这样写，那个地方那样写？不是圣经矛盾，是你没明白。谁吧？是不是？我注意了，我身体发，下边还后边都是一大仗。打仗吗？打仗那经文，你认为哪段经文？你说那打仗，你拿来。拿来，咱们来用圣经来把它解开。好不好？一定能解开。其实一点都不矛盾，是人以为他矛盾了，其实并不矛盾。你看他圣经，他没有矛盾的地方。原来这个律法里一点一点把不能去的那份，就说他就搞矛盾。讲矛盾。好了，好，现在好，现在好，咱们现在再回到圣经里面啊，回到圣经，解明这两个人的交战的整个过程，对不对？从前一直到后的过程。保罗也有新保罗、旧保罗，对不对？对。肉保罗、灵保罗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肉保罗是想作恶，灵保罗想杀。他不是写他自己，而是写我们每个人的经历。他有这个经历，你我都有这个经历。你我有这个经历的，你是高兴啊？高兴。你还是悲哀？高兴。现在高兴。对，你应当高兴。高兴是什么？因为你已经重生了。你肉体不想行善，肉体就想作恶，心灵不愿意，对不对？心里不愿意，里边那个人不愿意，外面想作恶，里边不愿意，是不是？里边想行善，外面不干。他俩就扭着憋着劲，老大跟老二总是追求不一样，这是老大，这是老二，追求不一样。这是一嫂雅各愿意安静在家里，在心里，对不对？一嫂愿在外面打猎，寻找野味儿。那你今天怎么来看待这两个人？怎么来处理？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。第十七节是最关键、最关键的时期。如果你十七节你把它忽略了。你整个下面经文整个的那个救恩的真理你全是一塌糊涂，因为你讲不到正点上去。他说即使这样，就不是哪个我做的，我想行善他没做，我不想作恶他做出来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心灵从神生的我，从灵生的我，从真道生的我做的，乃是罪，住在老亚当的旧造生命里边的罪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再继续往下看。承认了啊。
现在是他做的罪了，不是他犯罪，他不会犯罪。这就把这个正好约翰一书那个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就给澄清了，对不对？就给澄清了。你不给他澄清，啊，不是澄清吗？澄清了，把这个人澄清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人圣经按圣经说他不会犯罪呀、啊嗯、他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呀、啊嗯、那你非得说犯罪也是他，不犯罪也是他，都是他，说他也犯罪，他也会作恶，有人就讲新人也会犯罪，那是说圣经话吗？那是说神话吗？新人犯罪那就基督有罪了，对不对、嗯、神有罪了新人才能犯罪，新人是从神生的怎么能犯罪呢？那里边说必不犯罪，对不对？那你得讲理啊、嗯、长了嘴那个人他不讲理，那个那嘴白长他呢，他脑子。上帝今天就叫我们讲真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给前后讲成矛盾的。是后面告诉约翰一书说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那我就得承认他不犯罪，那犯罪是哪个？你们再回去能不能讲、啊、能不能讲？就这个新旧两个人再回去能不能讲？能讲，一定是这么话的意思。你能把它分开就行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分开，这个不会犯罪，这个能犯罪，你能把它分开就行。等一会儿处理完了，等咱们讲完了处理完了，救人处理完了，处理到受洗那个地方，最后呢他死了就完事了，在上帝眼里看你是清洁的，一点什么也没有，是清洁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你肉体也软弱，但是你不回到肉体，每一天都从肉体里跳出来，就凭信心跳，这是超越性的信心，每一天都信心，从用信心从那救我里从这里跳出来，就总感觉他们死了、嗯、对不对？是，到时候咱们再讲这个、啊、咱们再继续往下看第十八节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这心灵的我，这个这个我知道在我里头，在哪个我里头？这个我啊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，谁让你用肉体死这行善呢？没有，没有，你那天天吃饭还往外呕，没有，你呕什么呢？你根本就那肚胃里就没有没有饭，你都没吃饭去，你呕呕不出来，你没有，你呕什么呢？你是招招什么招工？招什么工呢？招奶孩子妈妈，人家那刚有奶的呢，有孩子的你被招上去。有的人没有奶，那刚干巴奶呢，他也去蒙诊去招去了，没招上，还说怎么不招我呢？你没有奶招你干什么呢？有的人没有奶，那瞎撑汤，拿那干巴奶来糊弄小孩子。我们那个地方就有，就多次讲到，就讲前面讲因信称义，后面否，前面讲后面否。我当时我那时候正是。火热想要追求神道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心里就像被火燃烧了那个感觉，就像燃烧了，我巴不得那渴的扛不了，就希望听到道，这怎么能听到？怎么能听到？这道我也看不懂，这圣经我也看不懂，我怎么能看懂呢？谁能给我讲明白呢？就巴不得有以前有一个人给我讲明白，来一个人讲，前面讲因信称义，后面就否了，前面讲后面就否。我当时我就气得激动，我那么桌子一拍，啪的我就起站起来，别总拿着干巴奶来糊弄小孩子，来一次就讲得到，来一次就讲得到，我都听够了。你说，糊弄小孩子。前面讲因信称义，后面就否因信称义，这经文从来他不讲，约翰一书那经文从来不讲，这段经文也从来不讲，
就讲的前面讲一心成一，后面否一心成一四，但是后面得加上去了，哎，因为我这听一听这里头就反胃，哎，这心里就反，就不知道怎么的，那时候就闹腾的扛不了扛不了，最后我就想发疯了，那个感觉就不行了，我就是听了那个道我就想发疯了，轻我这道死劲往死搂，我把那油门夹的往死这么搂，谁看着我都吓得不行，不得了，不知道咋的了，我那心里难受，我就当时我跟他们一顶撞，我一开门啪我就拿圣经就走了，我说你们那么讲没有人听你们的道，前面讲完言行成义了，是言行成义，但是这一单是我就得吓一跳嘛，但是我马上就吓了一跳，但是他后面就什么就把行为加上，那律法是得律法不能守，他们也讲律法不能守，嗯，他还得守，他不守，但不守还不行，你说他们那个嘴呀，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，我说要是主耶稣基督到这个地方来一定不能这么说，一定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神的话，误解呀，那神的话到他们那里头马上就变样了，就误解，并不是他们不讲，是因为神没启示到他那个地方，他硬往前讲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根本就那个真道的前后他矛盾的，根本就没解开，那圣经根本到他们那不被掰开，整个乌拉的就拿一块饼干就塞到你嘴里去，那小孩刚生下小孩塞嘴里，非得噎死，你根本就吃不了。当时我那个时候的确是火热，但是我刚信主还不到一个月呢。我就火热的听到，火热听，巴不得我要怎么能明白这圣经呢？谁能把这圣经给我解明白呢？我这么看待圣经吧，就看到就那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也高兴看约翰福音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光，我就是盐。看到这些经文，特别特别高兴，心里高兴，但是那解不明啊。谁要能来给我解明白，我就高兴死了。但他们来灰难过去了，就灰难过去了，讲一讲把拿一段圣经，不讲这段圣经，我就等着写这圣经，就前八十年后五十年的就来上了，你就听他做见证吧，一从头到尾一直坐到后边全是见证，怎么他怎么信主了，他怎么在哪上卖煤了，完了别人买他的煤了，就解这些东西。我说这也不是道啊，他全讲这些见证，我这心里就难受点，我就想他等着他读完那段经文，大伙读的很咔咔齐读的，齐的读的，读完就等了半天，没解释，做完见证，感谢主，完了开始就祷告。就中午吃饭，我说你就张着嘴吃饭，就应该往那嘴里吃，往那肚腹里吃。那段经文都没解释，我要想听那段经文，怎么不解释呢？那经文呢，他念完了，你得一个一个字儿的掰，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给他掰清楚。你不掰清楚了，到底谁会犯罪，谁不会犯罪呀？哪个是旧人，哪个是新人呢？你讲的不是那个圣经的原话。你就讲我怎么蒙恩，我怎么的，受上帝的祝福了。我开一车拉一车煤呀，卖掉头天卖掉，第二天又拉一车煤卖掉，你把人带到路上。我一听那玩意儿，我就不爱听。后来我妈那把那门子啪嗒一摔，我把圣经完了就那塞那兜里，背个包，嘟就跑上那个挺老远老远那个山沟里。拿着发福音单呢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得永生。完了，人说王爱浩疯了，王爱浩怎么的？今天怎么不正常了？那这还回来说，你咋这么不谦卑呢？你坐那好好听呗，怎么跑了呢？我说我得听，我听是受罪，你们听是享受，我听是受罪。那前面讲后面否，那前面中后面的就往外踢，是不是都踢出来了？
前面盖后面就什么就拆，你说那还有坑，谁能受得了呢？我那心承受不了啊，你得让我能承受了，对不对？我听到就弟兄姊妹在听到，你得让弟兄姊妹能承受了，你得讲圣经啊，你把这圣经，你要讲这段经文，你把这段经文从头到尾细细的嚼一嚼，掰一掰，看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他这里头一定会有灵异的，他不可能没有灵异。就读完一段经文，谁用你读啊？谁家没有经圣经书？回家读一读就完事儿了。是因为我想知道那段经文的意思，你才来讲道，用这讲道人才讲道。讲完道了，你去做你的见证。天天在教会做见证，每一次见证占的时间是整个的讲道的四分之三的时间，剩下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做。用来那个念几段圣经，所以我就当时我就主啊，那天我跪在院子，我就连哭，在心里在难受，我就跪在院子我就哭，主啊，我想明白你的话，因为他们讲的圣经我实在听不下去，我想明白这本圣经，我问主，这圣经是不是给我的，是不是给我写的，有没有我的份儿？如果有的份儿，有我的份儿，你就叫我明白圣经。我想做传道人，你要想要呼召我做传道人，那我就必须我自己先明白。我一直祷告到将近是一点多钟回来，那心就平静下来，那就要不看开始那心里就闹得不得了不得了，后来平静下来躺着睡着了，睡着第二天又起来又去传福音，那个时候就天天传福音，别人就我那时候还干铝合金呢，天天在外面跑，人家说你在家里都不管了，就疯了，就天天在外面跑写传福音。可我们是一个县城，我把那县城里面传遍了，我在那个县城里头在县政府都挂号了，有名的王友浩在天天传福音，骑着摩托车传福音，就天天在这街里传，自己那个印福音单张，那当时是一毛钱一张，印是两面印的，后来印的是两毛钱，它是带彩色的那种的，就天天在那发，天天发。街里不认识我的很少，走到哪个地方，哎呦，这传福音的又来了。那不传不行，不传那心里闹得受不了啊！天天的传，后来就能够上的我全传，周围的能够上的村落里我全传。走到哪都喊，一到街里头，一进街里就像卖烧饼的吧，那使劲喊，我说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国，不信耶稣得不着永生下地狱，使劲喊，人家就出来卖什么呢？我说卖生命呢，什么怎么卖呀？这嗓子也不是这么哑，也真的不是讲，晚上不也不讲着，白天也不讲着，就传福音，天天传，我就那么喊，是这么喊，走到一个村庄喊一个，搁这头发到那头，这头再发回来，发福音单张，然后再走，走一个地方一传，走一个地方传，就基本上跟我们那地方，基本上哪个村庄我都去过，后来呢？被他们告了公安局来了，就把我摩托车给扣下，最后呢我骑个自行车传，正好在道上遇见了宗教局来说，啊，你怎么还传呢？我说咋不传呢？摩托车都给你扣下，你就能整个自行车骑上了。我说那我也得传，你扣我自行车我再买一台，实在不行我用腿走传行不行？后来我说你信耶稣，我那摩托车现在还在宗教局呢，8500买的摩托车被他们扣去了，还扣去了好几一箱多圣经，就是不让我传福音，在那个我们那地方要就判那个判刑呢，枪决呢，我站在下面就喊起来，有四五个要枪决的，上面都打叉了。那个人名前面挂牌子挡着，我看到下面的名字，我就喊，我叫什么什么名儿？你信耶稣得永生，今天我公安局来了，别喊了。哎，我就那么喊，我说什么什么名儿？你信耶稣，你的灵魂就进天国了。他说嗯。因为外国人呢，他是叫人传，外国人要是。
到时候你可以传，要执行人的，或者外国人又上绞刑架，就叫你上，或者无期徒刑，他都给你叫你传福音，免得死在监狱里。中国人他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外国是帝国主义国家，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人给那些犯人传。为什么叫帝国主义？就是以上帝为主的国家叫帝国主义，以社会以人为主的国家叫社会主义，对不对？咱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，从前说帝国主义啊，以为是反面的，叫霸权主义、帝国主义。帝国主义是什么？以上帝为主的国家叫帝国主义。后来就这么往下传，一直往下传，后来建立聚会点，就开始，就开始在那建立聚会点，建小聚会点，几个人就在那里开始聚会，高兴唱赞美诗歌，几个人也高兴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兴，建立聚会点，我不听他们讲道，我自己，我跟上帝祷告，就上帝给我话语，我来讲道，我不想干礼拜金讲道。就有那种动力，就想讲道，我就想非得讲道不可。他们讲的道，我就说他们讲的道我听不进去，必须我自己讲道，我回家我自己祷告去讲道。后来上帝就给我，那年干铝合金，就在三浦干铝合金，一个一个亮光就从这里头发出来，一个一个亮光，就是那圣经的亮光，这都是我在那一年发现的。就这两个人的交战的这个地方都是在那发现的，冤案遗书，那新人不会犯罪，都是在那发现的，一下就发现了，原来新人不会犯罪呀、原来犯罪的不是新人，是旧人呐、原来是那属肉体的，原来从亚当地生的会犯罪，天生的不会犯罪呀、一下就醒悟过来，一下醒悟过来，那心整个就开了，刷就像打开了，里边就那个整个的劲儿全部那个扣全部都解开了。就没有过去那种捆锁呀，这也不行那也不可呀，那种捆锁。后来这样我给他们讲，这开始合场就轰动了，完后啊，现在完了，他讲的道也不对，他说犯罪的不是我犯的，他说不是我犯的，是鬼犯的。他这么给听得糊了半片，再就一群人攻击我，一群人20-30个人同工坐在那地方，你说犯罪谁犯的？你今天来好好说来。我说那你才看圣经，我刚一解开圣，他们就哗哗哗圣经上都拉上，别看圣经了，你的圣经太熟了，你领受什么异端了？你的圣经怎么那么熟呢？我说圣经熟就领受异端了，谁告诉你的？他们20个人攻击我，也不让我回答，不给我答话的机会，就那个问这个问那个问这个问，就一个劲儿轮流炸。我说不跟你们交通了，不跟你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说的不是圣经，你们用嘴说话，而我用圣经说话，你们凭着自己的嘴说话，我凭圣经说话，谁跟你们交通？玩不过你，不玩了。跟你交通不了，咱不交通行不行？哎，回来再交通一会儿。我说你那是交通吗？你们那么多人围攻我，25-26个人围攻我，这一嘴那一嘴的，就让我自己在那中间做像犯人似的，审判我。围着我不让我说话，只要一说话呢，好像是那样，就像那个雷轰的一样。你给他找圣经呢，他都不看，就那个人顽固到那个程度。你给他找圣经，你问他这是不是圣经？是。这是不是圣经？是。你给他找圣经，他点头说是，但是你也偏，是圣经你也偏，偏在哪里呢？你就说犯罪不是我犯的，不对。那比如说犯罪是不是我犯的？不是。是谁犯的？老我你的属不属他？不是。我属不属肉体？不属。属什么？我属圣灵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么样你掰就掰开了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不是我犯的，是谁犯的？那还有另外有一个人吗？你讲两个人他不同意。我说有没有两个人？没有。
几个人？就一个人。我就能看着你这个王元浩天天骑着摩托车可大的跑，我没看着你有两个人。你看他就这么说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今天给你讲完，你发没发现你里边有两个人？有，不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有一个作恶的人，有一个行义的人，对不对？那行义的人虽然是看不见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虽然看不见的，但也在你里边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磨灭了他，你不能因为你的不幸就把里边那人给弄没有。没有里边人，没有的人，你说他重没重生？没有，没重生。我知道我里边有这个人，我里边有一个属灵的人，因为我重生了。众弟兄姊妹都有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这个人就有苗不愁长了。对，一定是等到他长大了一定会显出来的。是，就是神在你肉身中显现出来了。对，一定能显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听别人的，别人说他那么讲道不对的，他都偏激的，你不要听的，你看圣经。嗯，我这么讲矛盾吗？不矛盾，一点都不矛盾，因为我都把圣经全都给你打开了这么讲。又还要讲，还有一个是赶出去的，哪个赶出去？哪一个？你说个赶，怎么赶？等到时候咱们下堂课来讲怎么赶出去。好，休息。哎。